呢，我们现在在饭店的一楼，给他们提供早餐。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他们的早餐有些什么。吃完饭，然后呢，现在来到了虾堡。那这边呢，它的外观，然后它的地址呢是河街九的部分。听说虾堡是香港最美虾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也是啊，应该要有牌照才能卖啤酒。对啊，香港的牌照比较严格，所以拿到酒牌其实比较难，是比较困难的一种事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像后面呢，我们有看到它的收费方式。主要是我们这边就是有些客人可能就想先来体验玩一个小时线，然后后面可能他玩得开心，可能再加时间的话，可能就补差价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完成一个时间表，就是4个小时之后，可能我们就回到从头来过计算。哦，从头计算。客人吊起来箱可以选择外带拿走，也可以选择叫我们的厨师帮忙加工。那我们这边的这个费用是包括白灼虾，就是用水煮。对，如果客人想要其他口味的话，可能就要收加工费。对，那也是以虾为主嘛？是的，以虾为主，但是我们这边还会有其他小吃，大多数都是比较以炸的为主。哦，炸也不错，我觉得有多的选择都是好。我们呢，刚刚从虾堡离开，现在在飘雨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到了虾立方，在万迪广场的8楼 D 跟 E 室，那我们赶快进去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虾战天下在香港首次举办赛事，那我们今天的赛事是3人团体赛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访问一下今天香港的队伍。你们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吗？我就第二次。他是第二次。我就第5次。第5次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对于今天的比赛有做什么赛前的准备吗？他们就是说，看他们分工很好。已经准备好了，加油加油！中坎都有。那三个位置，不同的位置都已经放够吗？是，好，加油！希望你们得名。大家有冇人听唔明？好啦，大家都听得明啦。首先喺呢度多谢哈杰天下。好开心第一次同台湾嘅跳虾界高手合作去做呢个比赛。亦都多謝各位嘅參賽者啦，因為冇你哋嘅支持，嚟緊唔知可以搞到幾多個比賽。希望大家今晚好好咁去享受呢個比賽，多謝大家。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額外，就是鼓勵地區選手多多參賽，那我們有增加一個。规则是说，只要队伍里面有一位女性，就是支数加3支，2位加6支，3位加9支。那总决赛也是一样。大家准备好没？3、2、1，开始。
现在是第三天，我们虾蛋天下跟虾立方联合举办的比赛的决赛时刻。嗯，好，很可惜。我们开心掉下队，因为我跟 Candy 两个人准备不足，准备不足，准备不足。其实我没有准备啦，但是我们在临场反应上面，我们就是把运气都用在了练习的时候，并且都没有掉得很好。然后就比赛中，我们两个啊，我掉的最差。刚开始在比的时候，发觉两个人卡卡的，一下子撞到杆啊，或什么撞到线啊，我说怎么办？怎么打？打不顺，所以就有点卡，对，差点跟威廉哥打架。对对对，所以呢。的确，团体赛还是要先在位置上面要开始有一些大概怎么配合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参加过团体赛啊，第一次参加团体赛，所以而且还知道这个团体大概多大。对，才知道那个位置啊之类的。所以下次会更好，下次一定会更好。提到是这样 ，PK 的规则就是一队起三只虾，先起三只虾的就获胜。对，现在在 PK 二三名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 ，OK， 我阿刚起了第一只虾，阿刚起了第一只虾哦。哎，大哥 ，V 大 ，V 大，好，第二只虾，大哥起了第二只虾 ，V 大起了第一只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阿刚。也是，就是香港开虾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掉了。我四年前又有来耶，有啊，我有来耶，有吗？有啊。恭喜你们啦！这次比赛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？没有，有拿到奖杯就不用改进。谢谢你们啦！我最会讲的猴腮雷嘛，是不是？谢谢 ，OK， 谢谢，恭喜！今天谁掉最多啊？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他们比较多。我是最后一场才多，好，对对对，决赛他最多哦。所以你们常常都来虾立方钓吗？是啊，那就是你们习惯了，很会钓了。嗯，哦，是这样子啊，比较熟啊。哦，那有去台湾钓过吗？有过去比赛，有做过去比赛。对啊，所以有跟阿刚比过，台湾人设的。19年过去了，我们是19年表示啊。他们有来台湾比赛，我们也有来香港比赛。是啊，对。你今天得到第一名，有没有什么感想？非常
新粉有没有想过？都是好，有一些运气啦，比赛就有一些是运气。没有，都不是运气，实力二十二支厉害，做中间掉二十二支。其实看得出来他们香港的实力其实进步的蛮多的，对，真的。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，因为想把比赛办得好嘛，对啊，毕竟是国外的赛事，国外举办的赛事，对，早安，今天是第四天，我们晚上就要回台湾了。那我们现在刚在办理退房的手续，大家在这里还有一堆行李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的，等一下去山上吃饭。听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太平山附近吃饭，还是太平山山上吃饭？等等见，拜拜。些什么？那首先呢，我的汤是花椒汤。对，听说香港都是先喝汤再吃饭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鲍鱼汤，整颗小鲍鱼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对比较特色的，它是港式奶茶。港式奶茶做成这样，做成一个玫瑰。中间的是奶茶。对，它是做成玫瑰，早上也是。然后喝的时候就把它倒进去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刚点的另外两杯招牌。对，这个是这个餐厅的招牌饮料，特别的。这个是菠萝冰，菠萝冰。对，然后这一杯是红豆椰子冰沙。红豆椰子冰沙。嗯，这个澳门的冰沙，有。这个台湾叫什么？羊架吗？也是叫羊排。羊排。是因为香港叫羊架。三夜，我们这次来香港四天三夜，那有两天其实都在比赛，所以玩的地方没有去到很多啦。那主要就是想要推广钓虾文化嘛，所以我们就主要主攻虾场而已。对，几乎都是去虾场，然后也顺便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香港的虾场有什么，跟台湾的差异性。对，他们的虾池简单来说就是高坝台，那我们坐着钓是蛮舒服的啦，但他们也可以站着钓，只是站久其实脚蛮酸的。他那个高坝台对我来说，其实有时候会看不到，而且因为他们跟台湾也比较不一样，台湾几乎都是我觉得算半开放式，都是有阳光会照进来的，都蛮亮。他们都比较像，我觉得比较像那种 pub 啊 club 之类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跟台湾比起来，我觉得舒服很多。
那就是这次也去了很多地方，然后介绍了很多地方，就是给大家如果说有来，就是给爱钓虾的朋友，如果说有来香港，可以做一个参考。这次来举办钓虾比赛，为了就是台港钓虾交流嘛。那未来有可能会去其他国家，有可能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甚至泰国都有可能。包括越南。只看每个国家的钓虾文化。对。那就这样啦。准备登机回台湾啦。拜拜。